素尊，哎，就讲卖乌白人咯，叫我无上大。相公和面看起来较厉害呀、啊，一声落差咯。邱三丰啊，你来小好，都送地主还书，你变来处理啊。我已经讲了，我无做过。无做过，为什么有这张通缉单？我，事后有人在散布谣言，我实在不知怎样一回事。不要紧，我知影。因为放风声讲你是警察的人，就是我。哈？喂喂喂，你何罗来是在卖什么药啊？哪有人通缉自己的徒弟啦？无上万岁，就是正义。唔安尼做，无法便宜县民。所以这警察是我黑白编的故事，根本就无遐个受害者。所以拢是急功好义之事，这是点么意思？请大家饮茶。好啦，但是以后啊，麻烦你卖个变质出来。就是讲啊，去浪费大家时间，黑白母嘛。好了，这下无事了，徒弟啊！哎，是安怎咯？我惊太叔这伊又要找父亲的麻烦。哦，是咧烦恼这啊，那你放心。伊是嘛甲恁老爸啊，相处甲正同欢喜。原来苏尊早就安排好了，要是无上万岁，当时写清苏遐嫌疑，这叫做一检二过。为何不先知会我？今日别想演戏啊！知影的愈少愈好，事实证明，用你数你十分不好。应该讲，竟然真正不好。苏尊。卖叫个敢那真有智慧，看了真袂习惯。我就讲这个声音哪会这么小，也真正是你，苏兄。是，也认袂出来，那我改一个称呼咧。真久无见咯，来吼，真正是你，王仔。